都市感，都市感，海景酒店。好，那好，我们先来确认啊。哎，这边是确认的柜台。哇，大厅很漂亮哦。好，我们来坐电梯，我们要到我们的房间。今天入住的房型是什么？冬日主题房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。哇，这边直接看到整间。哇，星空看海吧 ，KTV 娱乐室。还有3到16楼是客房，2楼是海景餐厅，1楼是大厅。对。B1 是亲子天地耶。哇，还有虎船长亲子天地。对，然后那边有 B2、B3就是停车场。对，好。这边有室内的停车场，这一块好新哦。这边还有泳池哦。它泳池好像4到10月才开放。4到10月。对。好，走。走。到了11楼，我们住的是1107房。哇。右边。看一下，这边好特别哦。头城渔村。好所在。对啊，整个这边应该就是主题房的楼层。对，它是主题房的楼层。哇，这边也有啊！哇，这个有这边周边的一些景点呢。对啊，这边好。而且它的就是门牌的，就是门牌部分，你看海豚。海豚。对，然后 好，那我们就是要住一晚哦。叮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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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双宝宝们开箱一下，我们今天好进来了房间。哇，这个是我们的童趣主题房。对，然后进来看得到哪里？左手边是什么呢？很大很长的行李架区。行李架区。衣柜区。哇，衣柜区。不是，是那个保险箱。哎，他的鞋子可以看一下，好棒哦！你看，这是看到了没？他的名字叫蓝雅五十港的海景酒店。好，然后小朋友的是另外的。是大人的，好 ，OK， 拿起来。那我们先浴室右边好了，浴室区。哇，有一个浴缸哎。浴缸还有什么？哇，直接就可以看到海景了。好，一个大浴缸。大浴缸。看一下，我这有赖米牛奶浴室吧哎，哇。牛奶浴哎。真的是太强了。好，就可以自己在这里泡牛奶。有备品在这边。哇，还有儿童的牙刷哦，哇，好卡哇伊哦。对。它这边有它的浴巾，好来。哇，免治。哇，免治马桶哎。很好哦。哇。而且蛮大间的。对啊，然后这是它的。干湿分离的淋浴间。对，哇，这个是。茶子堂的沐浴用品呢，好棒哦，用得很好哦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这浴室非常的大，真的很大，很大的。好，走。然后这边有它的，有这个哇，云梅酥，还有茶包、咖啡包。哇，这边有6瓶的矿泉水。啊，这边有它的冰箱。哎，看一下，哇，还有2瓶汽水。饮料。好。然后这边是它的吹风机，哇 ，Panasonic 的哦 ，OK， 好，来继续，我们往前走，哇，它的房间，后面是有这个他们的吉祥物的，对，而且有周边景点呢，龟山岛定制渔场，哇，这个抱枕好可爱，好可爱哦，这好像还有很多种哎，对啊，哇，它的房间坪数还蛮大的。还有这边一个沙发椅，对，写作业在这边，这边有个大理石桌的桌面，你可以把这个，这是什么？可以把这个移到那里来写，哇，可以给两个人写。对呀，还有一个超大的液晶荧幕，再来我们看到我们的海景，阳台，会不会开？好，出来看。哇！我有点怀疑对面那个是不是龟山岛？对，那是龟山岛喽。啊，对啊，好近哦，一览无遗。很可惜的是，今天有点下雨。对，真的好可惜哦。没关系。哇，这风景真的好棒哦！哦，乌石港。如果天气好来的话，应该是很漂亮。对，好 ，OK。
来，小宝，你怎么把我们关起来了？哇，好吧，这是我们的同居主题房，就对，我们那就介绍到这边咯。要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加按赞，开箱到这里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